这是五台山啊，白云寺的同修啊，沙弥昌隆啊，哦，他问了九个问题。第一个是寺院专修道场啊，早晨诵《无量寿经》48愿，晚课呢32到37频忏悔。其余时间呢，都是念佛，24小时不间断。到初一十五，啊，念供时，不念天女神咒、大悲咒、准提咒等。晚课放蒙山，不念咒是否可以？也可以。如果这个寺庙里头有常规。啊，我们要懂得，要随众。啊，自己做功课行，跟大众在一起呢，一定要随众，不要让啊大众生烦恼。啊，一定要懂这个原则。